们竟然敢打我！来人，给我弄死他！他的命和你的命，选一个。三年前你是一个废物，三年后你照样是一个废物。你现在跪下来给我磕头道歉，或许我可以饶你不死啊！啊！要不行，我叫你快走。废物就是废物，三年前我还愿意死一次，今天我照样可以让你死一次。愣着干什么呢？谁第一个弄死他，我给谁50万。谁敢动他？红影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奉丞帅之命，给魏家家主送来贺喜邀请函。多谢红影大人。别的家主应该都是普通的邀请函吧？我真是太荣幸了。丞帅吩咐，拍卖会请魏家家主一定到场。一定一定一定。红影大人，您认识他？不认识。我就说嘛，红影大人您这么尊贵的身份，怎么能认识这条贱狗呢？红影大人，这是你们魏家的家事，我自行解决就好了。听说沈帅要和世家合作签一项目，这种家风人品能入选吗？沈帅最恨恃强凌弱，而且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个林小姐应该是你的大嫂吧。哦，哎呀，我正准备啊把他们送出去呢，就是没来得及嘛。哎，红衣大人，我们魏家的家风呀特别的严谨，这一点呀请向沈帅大人多多美言呀。放心，你的所作所为沈帅定会一一记清。哎，多谢，慢走啊。天我的弄死我等着。你妈死定了，你个沈帅，夫人被下了药，明天就会醒了。沈帅为什么不灭了魏有天？您跟夫人不该受此折辱。我要让他爬到最高，最后粉身碎骨。放开我，放开我。不要不要，我救救我。魏有天，你个混蛋，你为什么？你别过来，别过来。红儿，我回来了。我见你为什么不要我？魏有天他欺负我，我见。月儿我回来了。我会保护你的。魏家家主年轻轻的都得到神帅的赏识，不等拍卖会结束，我看神帅的签一项目就是你的了。神帅是神龙见首不见尾，不知魏仙侄是何时跟他攀上交情。老头儿，你以为我是你那不成器的儿子，啥都闹不成。魏家主，你得到了神帅的投资，到时可别忘了我们林家。哎，放心，一定见吧。我懂，我也让儿子把林月叫回来了。把亲孙女交给小叔子挖，真不要脸！说什么呢？哎，这别吵了！我今儿开信啊！你看，只要我拿下了神帅的千亿项目，我给你们谁，不是我一句话的事情吗？你看看你们掐什么掐呀？好，高兴一点好吗？开心。不行，我行，昨天多亏了你救我，以后我都会保护你的，不会再让你受欺负。喂，爸，你赶快回家。什么事儿？你昨天跑哪儿去了？你爷爷很生气，现在有急事，你马上回来。我，吴江，我得回去了。我陪你一起。不，我自己回去。吴江，
我有天他不会放过你的。虽然当初月儿是魏有天陷害我的，我没有动手动脚，也没有畏罪潜逃，是他害我。真的？真的。他派人追杀我到北京，要贩卖我的器官，我好不容易存活下来。对不起，无忌，我一直以为是你抛弃了我，我没想到你吃了这么多苦。所以我要陪你回去，不管他们做什么，我来处理。不，我自己回去，他们不会给你好脸色看的。无忌，我只要你好好活着，我没事的。我要让你成为全世界最幸福、最尊贵的女人。神帅，您奶奶的位置打探到了。好，我们马上去。魏颖，你将入场费送去给林家，叫他别再跟那人样。是。昨天跑哪儿去了？还不给魏家主赔罪？昨天都是误会，月儿，赶快给魏家主倒杯酒赔个不是。凭什么？明明是他先给我下药的。你怎么回事？没有关系。那个月儿不想喝酒的话，就吃个饭而已啊。宋长君，你也不管管他。月儿。我呢，现在可是沈帅大人面前的红人，咱们都是一家人了，就别那么拘谨了，好吗？魏永天，你无耻！我告诉你，你他妈别给脸不要脸，你信不信？我当着他们的面把你给办了！这是干什么呢？这不是红影大人吗？您怎么来了？是不是上面有什么吩咐？神帅大人亲自吩咐，要我来给林月儿小姐送入场费，请您当天务必到场。没想到神帅大人这么看重我们家月儿。我想神帅大人也不想看到林月儿小姐被随意欺辱吧。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哎，老大，魏家主喝多了，快送魏家主回去。魏家主请回吧，月儿毕竟是神帅大人看重的人。行。林家，你们给我等着，走。没想到神帅看上我们院儿，真是我们林家的福气啊。没想到我们林家有这么大的造化，什么方家呀、魏家呀，他们都说个屁。一个二手货，我看神帅眼神也不好吧。不好，干什么？神帅看上了月儿，这魏无忌又回来了。可他们还没离婚呢。是呀，月儿，你现在马上和吴静离婚，不能让神帅知道。什么？月儿啊！老公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月儿，你母亲死后，魏有天霸占了他的股份，他还利用了很多手段想占我的股份。这个混蛋，我拼死都不会给他的，我要留下来帮你夺回家主。你别急，想要得到家族的权利，必须得到族长们一半的投票。来，我跟你说。姑姑，魏有天。什么？我是不可能和吴静离婚的。你窝囊废，你还把她当宝贝了？月儿，你可不能糊涂啊！
这沈帅能看上你，真的是我们家的福气。你知道，他可是富可敌国的大人物，这样的荣华富贵，那个蠢货能给你吗？你必须离，这是关系到我们林家前途的大事，明天就去离。你们太过分了，根本不把我当人看。虽然这样，我离开就是。你敢？让他走嘛，林家又不是这一个女儿，难道林家家还不如一个二手货？月儿，你不能走啊！月儿，你不能走、啊。月儿，魏有天，我这没有你要的东西，你快滚！我回来了。我就知道我大孙子没有死，是委屈了。不要紧，我就等你回来。他妈的，家贼就是难逢啊！净干他妈的偷鸡摸狗的事情，就跑！你个老不死的，好好养老不好吗？啊，非得多管闲事啊！魏有天，魏家还不是你一个人只手遮天，不准跟奶奶不敬！魏无敬是吧？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是你吧？啊，你哪来的底气跟我这么讲话呀？啊，不会是快要跟神帅上床的那个月儿身上的底气吧？啊，你说什么？哦，你还不知道呀？神帅看上你的老婆林月儿了。吴静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魏家可不要这样有辱门风的媳妇儿。奶奶，这是误会。月儿，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奶奶，我得走了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？你们他妈的哪儿都不能去，包括你也不能动。等。